老铁们，这个是没有用那个羊肚包起来的羊脑，这是纯羊脑啊。什么呀？土豆，好吃吗？姜，整的。什么蒜？解解。嘿，就馋这口，辣，轻轻的咬。你喂它，你喂它。我是你亲戚啊。什么？你是他亲爹？他亲弟弟。哦，我听成亲爹了。嗯，亲弟弟。好吃吗？别闹啊！不是不闹。来来，哥，这快吃个羊脑来解解来。吃羊脑解解来。就是吃啊。嗯。我听成我是你亲爹。哎呀。没事，吃点好的。好辣，还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吃了啊。还来一个。嗯。